裴洛西昨日抵台，一袭亮眼粉红色西装让人难以将目光移开，而今日的白色西装却看似低调不少，不过却有人看出其实他搭配相当用心，大赞这就是穿着的魅力，亦是政治人物的智慧所在。前立委谢欣妮分析，裴洛西议长的米白色套装搭配天蓝色背心与鞋子，有别于昨日一袭粉红色套装，确实庄重好看。进到总统府后，当总统致赠的勋章肩带披上后，就清楚知道他今天为何会以此色系装扮搭配了。